给你点上新灯，今天我们这个阶段再来看2011年香港孔雀明王大法会的实况。非常特别的是，这一次的水共仪轨当中，由联电上师所率领的陈之古月舞蹈团做了佛母孔雀明王的舞共表演，相当的精彩，现在要呈现给您，也希望借此舞共来回向莲生圣尊佛诞快乐，佛体安康，大转法轮。祈请莲生活佛转动孔雀明王大法轮，光明遍照十方法界诸众生。嗡阿吽摩尼利伽拉帝娑哈，嗡摩尼利伽拉帝娑哈。这是香港孔雀明王水共大法会当中的舞共表演，现在我们就继续。